自从呢，我上次呢跟我爸爸一起参加了好声 Family 之后呢，我就觉得说我跟他之间的那个关系呢就变得更好了。我们也是第一次因为节目呢有了一首属于自己的合唱曲，其实你可以感觉到那份爱是爆炸性的。他们一起为一件事情努力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太感人了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希望你可以把你最亲的人带来我们现场。好声 Family 第五季呢，现在就开始招募啦，想和家人一起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和瞬间吗？那就一定要记得以下的日期和地点来报名咯。更多详情请浏览八度空间官方社群媒体好声 Family 我家最会唱。